下面请您欣赏瞧这一家子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，来就来吧，还花钱真是的。哟，这边还有呢啊。于老师，我接这女的接男的。你说你们来就来还买东西，这让其他没有花钱的观众怎么办？嗨，大年初六，没出正月都在年里边，是给大伙儿拜个晚年。哎，希望各位晚年幸福。啊，这叫什么话呢？都认识我们啊。我叫郭德纲。无所谓了啊。哎，到我这怎么就无所谓了呢？于谦老师。哎，你别老是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倒是不错，心里有什么别扭话没地儿说去，就是跟您念叨。应该聊一聊。好哥们儿，好交情，是人生难得一只鸡。您拿我当鸡了啊？老话嘛，咱们是知鸡朋友嘛。这没听说有知鸡朋友，那叫知己。知己朋友，对，我们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是北京话，我们俩是马小啊。麻辣小龙虾呀，咱俩是、啊、就这么大起来的，叫什么？那叫发小。我们俩是发小。对了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谁呀？我是法国人。哎，去，老占便宜。这么多年来，一晃有十几年了，在一块儿。风里来雨里去。哦，各中的甘苦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是是是，谦儿哥45岁了。对，你绝对想不到啊，5年前。这是一个只有40岁的人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不是啊啊！你折腾我岁数干嘛？日月穿梭催人老啊，真快！一晃咱们都这个岁数了。嗯，最对不起的就是您。怎么呢？老跟着我呀，这东奔西杀、南征北战，嗨，不容易。哎呀，应该的，无以为报。您瞧瞧，你就盼着吧。盼着什么呀？等我什么时候要当了皇上啊，我封你当太子。哎。我盼来盼去盼来一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便宜在后头呢。有什么便宜啊？我要当皇上，你是太子啊。啊，好东西都是你的。是啊，来一大包袱皮儿，嚯，全装在里边。啊，乾清宫正大光明那个匾后头，那藏东西的一塞。你就等着我驾崩就得了。我就等着您死。一眨眼我活到150来岁死了。嚯，这且眨眼呢，这个那是啊。我这一死，太监赶紧给你送信儿去。我是太子吗？得跟殿下说呀。是啊，大总管出来。嗯，殿下正在马路边修自行车呢。哎，殿下太子了，我修自行车去，就玩呗，是吧？我拿这挣钱啊。嗯，殿下，别弄了。是，殿下把改锥放下了啊。瞧我拿这玩意儿，怎么的了？父皇驾崩了。嚯，你这哭吧？还哭呢？哭完赶紧奔故宫。拿东西去排队买票。哎，越说越不像话了啊！我都太子了，我进故宫还得买票。对，就不用排队了啊！这不用排队也不像话。你有月票。哎，这还不如买票呢。哎，到这儿哭我一抱啊，奔乾清宫。是，保安扶着梯子，还我自个儿上匾后头啊，大包袱皮儿够下来。哦，打开了都是你的。都什么呀？国库券呗。哎，这嗨，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说这个意思。嗯，封太子是表达我内心的这种状态。得，那谢谢您吧。不能光封你啊。还封谁呀？封你父亲。嗯，四阿哥。嗯，他是四阿哥。封你儿子五阿哥。哎，这我们爷仨拉平了，你听见了？封你母亲圣母皇太后，太往后，还往后，一直往后。哎，出去了呢，从后门就出去了。他封你姐姐是个嬷嬷。啊，封你妹妹是个饽饽。封你哥哥韭菜盒子。嗨，封你大爷是个窝头。哎嗨，他怎么是窝头呢？眼儿大。来，这去你的，别提封你媳妇压寨夫人啊。又来了，皇宫里出来压寨夫人了吗？这不像话，不像话啊。你媳妇怎么能给我压寨呢？就说是送到雍和宫跟喇嘛做游戏。嘿，好嘛，还不如压寨呢。这个、去玩耍啊。别玩耍了，封娘娘也得封你啊。啊，我当娘娘。你当娘娘，咱俩人自己多好啊，是吧？我能当什么娘娘啊？我封你个嫔妃吧。我还嫔妃？你看《甄嬛传》都看过吧？啊，清嫔、婉嫔。我是什么？你是我的尿嫔。哎，
我净在厕所待着了，这个一辈子干不了别的了。多好，这一宿滴滴答答工啊！哎，这嗨，太贫了，这也玩笑说玩笑，是因为谦儿哥在我心中重如泰山。老说我呢，要么整个中国相声界念书最多的就是于老师，那是有点学问。别的人在后台玩个游戏呀，啊，聊个天喝个茶呀，是谦儿哥坐在后台必须要看书。我喜欢学习，单有一张桌子，啊，摆着书，哦，旁边是字典，嗯，在旁边是怎样查字典？嗨。我连字典都看不懂，我就别看书了。我三本一块儿看啊！哎，为了看书，把街舞都练出来了。呵好，我这通倒腾劲儿的。当年我们就爱看啊，爱看于老师写的东西。我经常写点小文章。他也没出版，想看他的文字到哪儿呢？有地方吗？我上过您的嫖客哦，新浪嫖客。您行，等一会儿吧。您还上过我的嫖客呢？是的。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吧？这。啊，你说话很肮脏啊！废话，那不叫您说的那个啊，那叫博客，新浪博客。哦，博客是吧？啊，因为我看好多人都点你啊，大伙儿都点。怎么那么难受啊？这词儿啊？什么叫都点我呀？那叫那叫点击。我就没敢说出来。哎，这嗨。咱知道合适不合适？什么合适不合适？谢谢您的坦诚。行行行行，您理解错了。你老这么耿直，你们家人知道吗？哎呀，提这个嘛，理解错了。点点击点有这么一词儿，点击率怎么还绿？这您这跟你说不清楚了。反正那会儿老上博客看您写的东西，有。到后来博客玩的少了啊，玩微博，这个便捷呀。德云社第一个玩微博的就是于老师。我早。哎呦，坐在后台刷屏啊！我说这有什么意思？你瞧多好玩啊！自媒体，没错，跟着玩。嗯，一进后台，于老师放着一盒烟，哦，眨眼的功夫丢了。哟，哪儿去了？不知道哪个孩子开玩笑拿走了。他们好跟我斗。谦儿哥不生气，那生气。拿手机发微博，这也发。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啊。我点给他们五分钟啊。他媳妇儿来一短信，写的什么呀？对不起。这玩意儿破大案了。这个什么事儿就对不起呀？对不起，给你装烟卷装少了。嗨，这就不至于发微博了。大伙儿别往歪处想啊，这是正经的大户人家，也谈不到门风最要紧。那倒是，他可不是汉族人。哦，您知道满族。对了，八旗贵胄。对，贵胄可谈不到。真的，实话实说，在旗他满族姓，他姓叶赫那拉。嗯，以前跟西太后是一支的。嗯，皇上是爱新觉罗。对，他们家是叶赫那拉。嗨，宣统退位，取消帝制。嗯，姓爱新觉罗的都改了汉姓了。哦，改姓金。对了，北京城就是这样的。嗯，您一说姓什么，姓金，满族，可能就是爱新觉罗。有着多，他们也改了，我们也改。爱新觉罗都改了，叶赫那拉也得改啊。我们叫什么呀？叶赫那拉宅一个字儿，姓拉。我们瞧，我们挑这字儿，老拉家。嗨，还老拉家，还有宅子呢。还有吗？前门外前门大街，嗯，皮条胡同是他们家的。皮条胡同拉家，拉皮条那家儿，搁着我这才听明白了。这个反是个大户人家，那能不大吗？否则话您在后台不能这么有声望。我还有什么声望啊？真的啊，这来一百个说相声的啊，你拿眼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于谦。这怎么能瞧出来？出类拔萃，带出来了吗？人中的龙凤一般呢。这真捧我。举个例子啊，啊，夏天，嗯，六月三伏，哦，这说相声到一块儿，来个背心、大裤衩，穿一拖鞋，那凉快呀。啊，拿一大半缸子跟这喝高碎，嗨，说相声。嗯，在这里边特别扎眼。嗯，有一个人穿衬衣，这位是于谦。对了，我这人严谨。六月三伏，热也得穿好了。那是职工之令，规规矩矩。哦，六月三伏，三四十度啊。于老师上身也来衬衣。哦，哎，小领的衬衣，袖扣这都系得倍儿严实。上身穿衬衣，对了，下身呢，丁字裤。哎，我怎么就下边这么热呀？
勒得都喘不上气来。哼，还提高了这个，做大了。行了，丁字裤还能喘不上气儿来啊？夏天丁字裤啊，冬天是丁字棉裤。哎，我把丁字裤都续上棉花了，你这多细致啊！啊，我这要去趟东北啊，貂丁。哎，这嗨，行了。还貂钉，这也费不了多少皮子。这个你这勒上多解刺用。嗨，那是净剩点这个了。大户人家比不了，也没什么。你还没什么呀？啊，我们跟您没法比。怎么不能比呀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嗯，吃奶，于老师吃的比一般人时间都长。啊，我断奶是晚一点。普通人家给孩子吃奶，有半岁就断了。嗯。一岁就掐奶了也有，这就算长的了。说到农村两三岁还有啊，哎，但是您跟我们不一样。我吃了几岁？刚才。哎啊！我要不上台还作呢是吗？啊，皮儿的，说他干嘛呀？皮儿的，这事儿就是关键跟他母亲有关系。怎么呢？那会儿老太太就说了啊，我不管别人，嗯，我们老拉家啊，别提老拉家了，就说老于家，老于家啊。这孩子们得疼他，嗯，一定给孩子吃奶，那是母乳对身体是最好的了，增强抵抗力。别人挤一号我不管。您让各位瞧瞧啊，这有这么一上一下长着的吗？这个，啊，啊，这翻过来，那不还一上一下吗？脸，哎，咱就不用比划了行吗？您得原谅，年轻没见过。哎，这什么你？哎，老太太那会儿啊，啊，给孩子喂奶。哦，哎，喂奶，哎呦，喂奶，哎呦，哎，这两排呀、啊！您拿我当猪崽儿了那是？一直吃奶啊，吃到上小学。我上小学还没断呢。我们俩同班啊。哦，上小学，我他二年级，他转到我们班来了。啊，他从那个智障三小那儿过来的。哎，您瞧我来这地方啊，嗯，到我们班，嗯，我们俩同桌，嚯，我坐这儿，他坐那儿，挨着，全班最后一排单有一个凳子，干嘛用啊？他母亲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吃饭，我们都带着饭盒，嗯，他带着他妈来呀、啊，还没断呢。老太太坐了最后一排啊，中午十二点铃一打铃，嗯，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，哦，吃饭，嗯，教室最后一排他妈过来了，哎。哎呦，多豪爽的人，全脱了啊！我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。吃饭。嚯、哦，我爸爸来的这是。于老师这才吃饭啊。班长，尝尝吗？啊。王老师来点稀的吗？别让了。校长，别嚷了，我太客气了，我也。我们全学校教职员工啊，都是他母亲给我们喂大的。哎，好嘛，全吃到了。这是那会儿，后来大了自个儿吃东西了啊。哎，当然，这可是个吃过见过的人，这叫什么话？吃东西讲究哦。说今天喝点什么鸡汤啊？买只老母鸡来，哦，一定自己下手，在鸡胸脯这儿、嗯、有一人字骨，就那叉子那块，拿手一摁，这干嘛？如果觉得摁得动，嗯、啊，可以。这是一年之内的雏鸡，拿手一摁，说这硬了，嗯，这不能再吃了，肉就老了。过了一年了，肉发柴了。对，就这么讲究。嗯，吃牛肉，给我切黄瓜条这块，黄瓜条。对，吃猪肉，嗯，要小里脊，小里脊，脊椎骨内侧有这么一条肉，嗯，那条肉是可以生吃的。嚯，他买肉卖肉都出头，哎呦，又来了，这碰着行家了，他懂啊，啊，要这条。啊，就拉这个，要五斤，嚯，这儿给他切完了，嗯，不够啊，那哪儿得了？对不起，于老师，啊，打猪头上切一块，啊，这送您不要钱，嗯，甭送我，怎么着？我不要脸啊，你才不要脸呢，我有跟人这么说话的吗？我猪脸那不要啊，你说清楚了，哎，我跟他出去吃饭，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你讲究的过分，是吗？啊，这儿坐着吃饭，嗯，人家老板上菜了，哦，于老师，这您点的，嗯，啊，这是我点的撒尿牛丸是吧？啊、哦，就有这个。这里都有什么呀？嗯，有牛肉。嗯，还有呢，虾肉。嗯，你这菜叫什么名字？嗯，撒尿牛丸。对，明白了吗？是，您稍等。
我等什么呀？我等五分钟啊！那老板端着这个，系着裤子就回来。哎，这人说的是撒尿牛丸，没说老板撒尿牛丸，你知道吗？吃的讲究，那讲究。我们一块长起来的，别人不了解他，我太了解他了啊！上学宿舍，我们俩一屋啊，那是晚上不睡觉听半导体。我喜欢听。现在小孩们弄 iPad 弄手机晚上睡觉啊，我们那会儿哪有啊？那早啊，半导体半夜十二点听评书。对，拿着这你就搁枕头边就完了呗啊，非得举着，弄一半导体我干嘛还举着呀？老希望看出人来。哎，我也是瞎了心了，举着举着胳膊酸了，嗯，掉下来了。哦，长着聪明啊。怎么了？躲开了，闪身啪，哦，半导体砸在枕头上了，没砸着脸，人掉到地上了。哎，我这闪身闪大了，这个差点没把我吓死。有你什么事啊？我睡他下铺啊，我从上铺掉下来的，合着还不如砸脸上的。这个晚上不睡觉啊，早晨上课坐那儿冲盹儿，那可不困吗？老师，我们那老师在黑板上写题啊，我挨着他坐着。哦，他这睁不开眼了。哎呦，好朋友，我能不劝他吗？你得叫我起来呀。老师那儿写着呢啊，一会儿转身回来看你睡觉怎么办？是啊，我得喊他呀，给我个信号。哎，嗯，月儿明，风儿轻，树叶遮窗棂啊，这是怕我睡不瓷实。蛐蛐儿叫铮铮，哎嗨，我都睡死过去了。这很开心啊，开心。老师写完了，嗯，一回头完事儿了，一黑板都写满了题啊。那可真不少，谁上来回答一下？该解题了。没有举手的是吗？怎么办呢？我可点了啊。嚯，点名啊。我冷汗都下来了。干嘛呀？点到我不会怎么办呢？你学习差，这会儿用你的时候到了。我会呀。于谦，哎，叫我别睡了，解题去。老师叫你去擦黑板。叫我擦黑板？快点啊。啊嗯，擦黑板去。嗯，哎嘿，哎呦，真下得去手啊。老师写了44分钟，我呢他擦了1分钟。哎呀，一堂课过去了啊，打铃下课了，该下了。把老师气坏了。那是，还没有办法惩罚你。怎么不能惩罚呀？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到中午了呢。打教室后边过来一位，我的午饭来了。嗯，行行行行，行了行了，干嘛该吃了是怎么着？童年是非常快乐的。哎，对，那是你们非常快乐的，真的挺好。他一惹祸就是我替他去扛去啊。那是好朋友嘛，这事儿经常的。老师明天那个都得去啊，集体活动啊，烈士陵园。哦，有活动，咱们大伙儿穿着校服一块儿去，整齐划一，到那儿献个花环 啊集体活动，记着都穿校服。好，转身都去了。我们到那儿敬队礼，拿活动吗？献花环。嗯，老师眼珠子都快瞪出火来了。因为什么呀？于谦，要我，我说话你没听见吗？怎么了？我让你穿校服。我穿了。谁让你披麻戴孝啊？哎，我穿一身校服出去的是吗？披麻戴孝那是校服吗？自个儿还弄一幡儿。呀呵，我这还发挥了是怎么着？我还弄一幡儿过去，把老师气的呀。啊，让你爸爸来一趟。哎，有爸爸我打幡儿干嘛呀？说的是那个。啊，哪个呀？这叫请家长。哎呀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，让你爸爸来一趟。哎呦，一句话说出来，嗯，我冷汗下来了。有你什么事？这有你什么事？我的活又来了。哎，好嘛，这自己找的好朋友吗？啊，推开办公室。哦，老师您好。怎么样？我是于谦的父亲。哎呀，真敢说。老师差点没气死。知道你拿我当缺心眼的，真是。你还是他爸爸，你哎，你不是他爷爷吗？哎，去，你这没够了，您这占便宜。你为什么敢这样？我愿意去，是因为我对他们家了解。是啊，那会儿不是小孩吗？啊，老师一说家里如何如何，我能回答上来。哦，两家太熟了，是通家之好。嗯，尤其他们家这三个姐姐跟我也都不错。啊，对，我有姐姐，三个姐姐。嗯。
当初北京城上学高材生，学习好，毕业之后呢留学了，哦，到东莞。哎，留学有留到东莞去的吗？后来就跟那儿就没回来啊。怎么呢？大姐开了个洗浴中心啊，二姐开了个 KTV， 哦，三姐弄个美容美发，好像是。嗯，你瞧这仨买卖吧。嗯嗯嗯，挺好挺好、啊、当然了不经常回来，那在家呢父母就跟他一块儿过日子。哦，他父亲特别可爱。嗯，老爷子有人见过哈，有意思。他爸爸个儿不是很高，留小平头。哦，哎，你就按你的行行行行行，你就按你的形象说的我爸爸吧。他们跟我打招呼呢。跟谁打招呼？老爷子特别可爱 啊我就是爱跟老头聊天。哦，可要去十回啊，啊，得有八回老头不在家。都干嘛去？出去遛弯去啊，活动。上年纪人跟家待着没意思。是，没事门口公共汽车站啊，坐汽车一转转一天。呵，老头真可爱。偷偷尤其要是终点站，老头能没死。那就有座能坐会儿啊。哎，要是能坐在靠窗户那儿，他爸爸最高兴。要不过过风嘛。哎，开窗户是吧？啊，旁边要再坐一女的，那、啊、活活没死。干嘛有聊天的啊？省得寂寞呀。哦，女的再抱一孩子，嗯，最好不过。老头都喜欢孩子，孩子别太大，多大合适？哺乳期的最好。干嘛非这岁数？老头这坐着，嗯，这来大姐抱一孩子，哦，半岁吧，啊，坐在这儿，你爸爸高兴，嗯，哎，他馋了是怎么着？哎，嗯，哎，嗯。老流氓啊，这是你话这叫这干嘛这么乐呀？孩子可爱开心呢。哦，喜欢孩子们坐车背不住就哭了。是啊，这一哭人家这哟，别哭别哭别哭，就哄呗。你这孩子一出来就哭，在家没事儿、啊、老头很关心。是吗？饿了吧？哎，管着管不着啊。你给孩子喂奶吧。啊啊、嗯、快点吧。哎哎，行了，你跟旁边美什么呀？那得喂啊。那是，这没办法解着扣喂孩子。嗯，在家也不闹，你是出来就饿，快吃快吃快吃。嗯，他爸爸挺高兴。哦，嘿，嗯，哎，孩子还真白啊。是说孩子吗？这个你有意思吗？你啊，你废话，老头干嘛呢呢？就是心地善良。这是善良吗？心地善良，有时候老劝他别出去了啊，那么大岁数了啊，就是跟家待会儿不行啊，非去。人老不服老，赛过老黄忠。哦，你别看我现在这状态，我嗯，大小伙子能干的事我都成。是啊，我抢个银行给你们看看。哎啊，这不神经病吗？拿把菜刀哆了哆嗦奔银行了。哎呦，到那儿忘了干嘛来的了啊，哆了哆嗦又出来了。嘿，好嘛，人保安给送家里，老头感动坏了。是吧？给人做个锦旗、嗯、人民卫士。嗨，这不是浪的吗？这不是，这老头可爱，老小孩老小孩的嘛。啊，全忘。当然了，他们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谦哥的夫人啊、哦、我媳妇儿。哎呦，嫂夫人真好啊，于谦的媳妇儿、嗯、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。哎，谈不到富贵人家，是北京一个歌厅啊。啊，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？别瞎说啊，别瞎说。富贵人家是歌厅，歌厅旁边那大院，她是那儿长大的。你把她说明白了好不好？有身份啊，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啊。宦官之后那是太监，你知道吗？那叫什么？官宦之后。官宦之后啊，他岳父是做官的。哎，蒙古国的海军司令。哎，那地方有海吗？叫海军司令？总统说了啊，多咱找着了水，当时就上任。哎好，我说老头闲一辈子呢、嗯、哎，什么话 啊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你了，那是真好。嗯啊，当然了，你有个小毛病，我觉得得改。什么毛病？挺疼媳妇儿，但是不能同着外人。怎么呢？一同外人，这大男子主义这状态就来了。嗨，这老爷们都有点。来一帮朋友，我们上家去吃饭去了。啊，他媳妇儿不错。谦、嗯、儿，你抽根烟吧。哦，谦儿，你喝水。多好啊！哎，来，再给你，去滚！哟，这不是混蛋吗？这不是，像个娘们儿似的。哎，废话，他就是娘们儿，知道吗？过来媳妇儿，又叫。今儿来这100多人都是我们的朋友。嚯、哦、跟大伙儿说说。说什么呀？同着大伙儿啊。啊，跟我结婚之前嗯交往过多少个男朋友，这事儿也说说啊，把我们大伙儿臊的呀。真是的，不想听。不不不，坐着听，不是外人。哎呦，
说，你疯了，说这个，说呀，啊，不白说，干嘛？说出一个来，嗯，我给你100块钱，我还给钱，把这媳妇气的，100，我差你这30-40万的啊，嚯，好家伙，这得交多少男朋友啊，这个。那吃过见过，哎，这是，别提这个。话虽如此啊，啊，同着人要这劲儿，背地里，嗯，疼媳妇疼得很过分。这我们感情好，当初还不挣钱呢，啊，给媳妇就买了一辆桑塔纳，那也不算什么桑塔纳。那会儿大伙还都蹬自行车、拿月票、坐公车呢。哦，早啊，买一桑塔纳，嗯，这觉着不行，哦，又攒钱买了半辆奔驰，嗯，怎么还半辆奔驰啊？车祸呀，撞散了那个。那干嘛用啊？前半拉能用啊，啊，回来跟着一拼，车头是奔驰，哦，车尾是桑塔纳，拿铁丝吊着一块儿，啊，他媳妇天天开着这辆奔桑，啊，奔桑啊，出去就得出事儿，这个两口子这个好啊，那是，无论走到哪儿都手拉手，嗨，你要说20出头、17、18、9小姑娘小小子情有可原啊，40来岁了，嘿，亲密无间，手拉手，还那么好，媳妇儿也大方，是吧？哎，嗯，我这牵着他出去耍猴去了，是怎么？一进超市才撒手呢。啊，去干嘛？随便拿，瞧瞧，别让他们逮着啊！哎，这我带他偷东西去了，这是。我最爱跟他媳妇聊天，是吗？哎，有时候走到那个皮条胡同那儿啊，别提这皮条胡同。我一看墙上画一大白圈啊，写个拉字儿。哎，这都写拆字，没有写拉字，是按你们家那信儿写的哈。好，还是拉皮条。这是谦儿哥家啊。嗯，一砸门，嫂子出来了。嗯，嫂子您好。啊，这多规矩，规规矩矩的。哎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是老话，不能开玩笑。没错，嫂子您好，这就对了。嫂子大方。他说什么？死鬼。嗯，一个爱千刀的。嗯、哦。小没良心的，嚯！你还知道来呀？哎呀，你怎么不露面的呢？嗯，对不起，我媳妇儿看得紧。这嗨，没有这么对话的啊。嫂子，你挺好，挺好的。嗯，来呀、啊，上家吃豆腐吧。啊，嗯，吃什么豆腐啊？他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做的最好。哎，清楚了，炒菜做饭。嗯，哎呀，嫂子，你手艺真好。吃完了，谢谢您。嗯、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。嗯，吃完了啊，洗澡吧。嗯、啊，这洗什么澡啊？啊，买的水果那个冬枣，洗点枣吃，咱能把它说清楚了不能啊？啊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凑合吃点苹果就得了，你吃什么冬枣啊？这人脏心烂肺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咱们不是那个人，知道吗？当然了，我是最近去的少啊。为什么呢？人家里边又弄着孩子，也不方便啊，是吧？你要干嘛呀？不方便？孩子吗？啊，孩子小闹，他有个儿子，大伙都知道吧？啊，于谦的儿子，哎，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，谁跟你客气了？人大伙都喊于谦的儿子叫郭小宝。我儿子能叫郭小宝吗？列位，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吧？怎么呢？做好事不留名。哎，对，这叫不留名啊！有个记号就得了啊。哪儿啊？我认为啊、嗯，有这儿子之后，对你的人生有了极大的改观。哎，那还真是这样。你想啊，你要说20出头有一孩子，啊，他不往心里去。嗨，自个儿还没玩够呢，玩心大，这个就土埋都没毛的人了，是吧、啊？那就是死了，那活埋了，您这是倒着埋着吗？脑袋冲下，好嘛，拿大顶土宣、啊、哎嗨，那就是摔一跟头啊！就喜欢孩子啊，无论到哪儿去，嗯，谦儿哥头件事就是给儿子打电话，哦，说我们今天上天津演出，这才多近呢啊！头件事还想儿子，嗯，你猜猜爸爸是谁呀？也没有我这么缺心眼儿的。孩子很配合，他说什么？是爷爷吧？嗨，俩傻小子，开心呢。啊，无论到哪儿去，嗯，头一件事打电话跟儿子聊天，得说话，一天3-2个钟头通一回话，就那么频繁，要不然就得死去，啊，就不行了。哎呦，受不得呀！啊，那回在山东，嗯，我们上济南去演出去，啊，到了酒店了，经纪人呐、啊，什么助理、工作人员都出去了，啊，于老师把门一关，嗯，开始干最重要的事儿。打电话，不光打电话，还有什么？哎，上厕所的同时打电话。哦，那人有三急，哎，他得方便一下，对啊。但是这点就看出来，这大户人家怎么住平房住惯了，这有什么？马桶坐不惯，
哦，家里都蹲便。哎，但是酒店哪有蹲便呢？是，都是马桶。嗯，于老师就得踩着马桶上头。哎呦嚯！我这练，幸亏练过杂技。哇，不容易，一不留神就摔着了。那是有要功夫。那是，最早的时候就是，哎，蹲那儿站稳了，踩着两边跟这儿方便啊。方便完下来一看啊，马桶里没东西。怎么会没东西？鞋大。拉鞋里了，合着这鞋也太大了。这个后来脱了鞋，光脚踩，这更不是，那更滑了，滑呀啊！所以说就是每次都半天啊踩好了，把这手机啊搁嘴里叼着，俩手找平衡，嗯，站住了，稳了，这才解裤子，哎，蹲下来，哦，这算踏实了，行了，哎，把这事儿忘了这。手机掉马桶里边，那是鹞子翻身就下来了。哎哎，够啊！伸手进马桶里边，抓着了吗？逮着手机去啊！真逮着了，这是功夫好，就在回水腕那儿。哦，掐住了，多悬呢！拿可拿不上来，怎么呢？那一共才多窄啊？啊，你这手要松着能上来下去啊？攥着手机多宽呢？嗯，上不来啊，卡那儿了，这可难受了啊！裤子吞到脚这儿啊。板柜侧身撅在马桶边上，嚯，手在里边，你瞧我这姿势多难拿呀！20分钟，门开了啊，经纪人、助理、工作人员都进来了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于老师啊，是您发短信让我们救您来吗？我还发短信？忙发！我这能耐太大了吧？我这撅着光着屁，我这手机还忙发。问题你还知道谁对谁？哎，这太有能耐。没错，这不写的吗？啊，有故障，马上来救我。啊、哦，还带个小笑脸儿。哎呦、嗯，还笑脸呢，我太浪了，我这啊，这一帮人都来了啊。怎么了，于老师？您这是？嗯，我说这够手机出点小障碍 啊。您手上来，废话啊，上来，上来不白受这罪了吗？是吧？什么叫上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嗯，找酒店吧。干嘛呀？一打电话，酒店全惊动了。哎呦，著名演员于谦出这么一状况啊！酒店的总经理、董事长啊，董事长助理哦，连那个外资那方的工作人员，哎呦，各楼层的负责人关心，所有的工作人员、餐饮的、大堂的啊，100多人啊，嚯，全上来了！哇啊！这是看手机呢，是看我呢？这是。啊，助理说：“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？这没法解决啊，没法解决！你们上来干嘛来啊？这都看够了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就为看我来的，打电话吧！啊，把派出所的叫来了啊，那波人又来了啊！派出所所长、副所长、指导员啊，哎，所有人都来了。嚯，详细情况这怎么回事？啊，记录一下，如何如何说完了？怎么办？这个我们得往上报啊！著名演员对吗？跟分局说了哦，分局跟市局说了，是市局报省厅。哎呦！”连专家组在上下500多人，他们没见过啊，那都来了啊，都排着队跟着。这帮人算过了瘾了。嗯，于老于谦是，可不是我吗？是于谦啊，哎，那个那什么那个省厅的负责人啊，哎，我这握手是握不了。对、啊，你都很关心，很关心啊。想办法吧，是吧？早想啊！人家连刑侦队都来了啊！啊，还照相呢！嚯，行了，于老师乐一个，我还乐一个，我乐得出来吗？我那乐一个，哎，啊，拍完了，那个来，怎么着？王所长跟照张相，哎，去，别照相了，照相就完事了啊！后边刑侦队举着摄像机的来了，哦，还有视频，你这玩意儿，嗯。拍近的，拍近的，哪儿就拍一近的，都拍完了，这个有点完，我们处理不了这个事儿呢。那是得给下播留着。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嗯，走吧，都走了。嗯，说这怎么弄啊？啊，打电话叫大夫吧。哦，对，医务叫大夫吧，医务方面啊。嗯，对，简短接说，1000多人啊。嚯，连大夫在、护士在、实习的都来了，啊，那得看看，哎，都得参观一下啊。嗯，都看吧，看吧，看完最后这有一老大夫。哦，大夫说这其实简单，有偏方，他有主意，截肢。哎，这截肢我用你来呀，打胳膊这儿切啊，切完赶紧派人上一楼那儿等着去。嘿，好，那直接把手机挡着就不好吗？啊，就反是个办法，是个办法啊，把你们看着安排吧。啊，都走了，大伙儿守着吧。啊，
哎，也不让别人动，那是坚持了两天。两天，于老师两天跟这儿就这姿势啊？哎，我还真能坚持。那是啊，两天之后也没吃饭啊，胳膊瘦了，哐拿上来了。对，嘿哈，感情我谁也没用，你这玩意儿，把人都轰出去啊！先给儿子打电话，还打呢？关上门。嗯，喂，嗯，儿子，儿子那边接，嗯，怎么这么臭啊？哎，这都闻见了。你猜猜我是谁呀？还猜呢？猜不出来。嗯，你那边水印太大。好，我扎马桶里了。你怎么猜不出是我呢？啊，我问你。嗯，我不在家，晚上妈妈跟谁睡呀？啊，王叔叔。去你的吧。